等一下要随便地方逛逛吧，一些可能二手家具店或什么的，看能不能淘到一些宝藏好物。25块，你那个人有吓到我，这个人，这蛮可爱的，摇摇椅，75块，珍珠贝壳，要卖出去了，这桌子好像蛮可爱的，很新哎，而且它是很实木的那一种，你做这个蛮可爱的，好看啊，但这个感觉会被狗用坏掉。这蛮好看啊，25啊，隔壁那个我也觉得超可爱，这样我们开店很好，这好可爱哦，这个我喜欢，这比较贵一点，30，这多少钱？15，看看，好像可以耶，每一个都可以。这个哦，不错，我要这个，这个我喜欢，好美。哇，这里有一些饰品。铁蓝好像可以耶，2块钱。娃娃吓了我一跳。然后有一些宠物的东西，真的觉得。雨伞灯，这好可爱哦！这个超重的，你拿，超实木的。这个是超木。这不锈钢都很美，我想要拿这个放酱料罐。这个还有木柄的。我们最后买了一个温莎椅，放在前面，盘子，还有一个托盘，两个篮，时钟6块钱，这很美。我们后座已经塞满了。有看到觉得不错的东西，再录给大家看。这都是白饰品，感觉我们好像比较不需要。但看到这种玻璃的，都会眼睛发光哎。这里非常安静，不好意思，讲话太大声。听它起来很恐怖哎，你赶快放进去。你后面全部都是衣服，这一排一大排衣服吧，都不知道怎么逛。来看这边，这椅子蛮可爱。这个桌子，这个60块，是摇摇椅，30块。这有摇摇椅跟不是摇摇椅的，不是摇摇椅是25块，而且它超宽的，坐起来很舒服，而且它很干净。你看这个，它有附一个灯嘞，这边有一些狗狗的，这都超小，这个。三狗谁穿得了？这边有一些胸杯牵绳，5块。还有什么东西？镜子。锈钢锅，维持的蛮干净的。然后一个刀子，跟一个防滑垫，这样14块多加币。前往下一站。这个招牌做蛮可爱的，在这里这个橘色的招牌，它这周有绿色75折，橘色5折。这个沙发。那边也是江具区，这个小杂物真的很多。
你怎么在逛市集的、啊？哎，这件也蛮好看的、啊，但这腰有点大，就是。那其实有点可爱。这还有放这个刺绣加珠宝，连泳衣都有。看他是穿的怎么样？走出来一下。亚洲腿不能穿西方裤。这里裤子真的很多哎，再帮你看有什么。这边就超多这种古着的西装外套，超便宜的，这25块。来看一下女生的，多到我都不知道怎么逛。这有这个耶，好可爱哦！自己做这个。好可爱哦！我要一个大台椅，可以看这个吗？很好看呢，这个很可以耶。橘色又打5折，没有拖的功能，长得还行，先考虑好。5块钱的重生镜，这不错吧？哦，好酷哦！它这边是，它下面是音响，啊，这是条的，哇，这好懂。他说应该是1950。这里有一些好看的壁纸，1块钱，这边6个1块。